is Mr. Wang Yuan, UNICEF Special Advocate for Education. Thank you. Dear Excellencie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my role as UNICEF Special Advocate for Education, I've said for myself how education is a key factor. 能成为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的教育使者，就是确实是没想到的一个事情。首先，你得配得上这个荣誉；第二，就是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因为我不能光就是有这个名头不做事，还是得让自己做更多的实事。小时候好调皮的，就趁课间十分钟买完零食赶快跑回去，上课时候偷吃，然后还爬围墙爬树。我很喜欢看那些比较优美的诗词句啊，我当个文艺青年。其实我都是在工作的时候都是没有把自己当一个未成年，都是当做一个成年人来做的。我觉得可能比较难的地方可能是拍戏吧，因为确实经验没有那么多。之前拍戏的时候反正就是惊讶就难过就害怕就反正就是你没有任何情绪，就是只是有几个表情，就是在表演表情而已。爹爹娘，站在角色的角度，他心里想的是什么，然后你再演出来你心里想的是什么，跟他一样。蝴蝶飞过了山岗去寻找。我写这首歌写的就完全是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是对自己的总结和就是反思，所以说我觉得对自己是一首很有意义的歌曲。写下去才知道梦。我们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人家老师捐5块，我不，我要捐20。后来参加了几个其他前辈的公益活动之后，就更加坚定了，如果机会合适的话，我也创建一个自己基金会吧，想一些办法去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吧。And it saddens me that there is still this massive inequality in the world today. That is why I'm committed to my role as UNICEF.Special Advocate for Education and plan to work with them this year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universal quality education for every child. 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然后壮一点，自己快乐吧。有些事情想做就去做吧，有些梦现在就去追吧。我很喜欢看那些成为红色经典的老电影，每看完一部电影就好像珍藏了一段红色的回忆，它属于那个时代，也属于青年，也属于我们自己。开天辟地是199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拍摄的一部故事片，是新中国荧幕上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的老电影。影片以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史实为基础，成功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毛泽东等重要历史人物再现于荧幕。北京大学学生奔赴全国演讲，广泛动员民众。同胞们，一路上到天津、到济南、到南京、到上海，无处不感到4万万同胞的觉醒。史诗化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艰难创立的伟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影片最后一组镜头非常震撼人心。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来自全国的13位党代表庄严地宣誓：马克思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的誓言低沉却又震撼寰宇，红船迎着滚滚波涛驶向远方。从此中国共产党正式进入历史舞台，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
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篇章。